关心政治消息，2014的七合一选战，蓝绿都在低调布局。我们就先来看台北市长的部分，国民党内呼声最高的是连胜文，他深夜搭机从大陆返台，对于会不会参选台北市长，还是没有表态。我们是46%，然后傅立雄是24%，谢谢大家关心，谢谢大家关心。周末愉快，周末愉快，谢谢。好，那么其实针对台北市长，现在呢，民进党方面包括了顾立雄跟游锡堃都相继表达要参选台北市跟新北市的市长，也被视为国民党台北市长热门人选连胜文始终不愿意表态。有媒体民调表示呢，连胜文支持率高于目前的对手，他今天在机场不愿表达看法，只以周末愉快来回应媒体。